娘，我可以进来吗？飞扬，你在里面吗？飞扬。飞扬，Peter，你来啦！你来泡温泉都不说一声，大家到处找你，担心死。大家，这其中也包括你吗？当然了，你是我的未婚妻嘛。是，泡温泉干嘛都穿衣服呢？你不喜欢，那我可以脱掉它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，快点来陪我泡汤啊！你心脏不太好，泡温泉不能泡太久。我叫 room service 送一些饮料来，你上来边喝边聊好吧？我才刚下来而已，而且。我也准备好香槟要跟你一起喝哦。我拨了电话给伯母跟小凤，他们正在路上来，看到我们泡温泉不太好吧？看到就看到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们又不是没有穿衣服。哎，泡汤跟喝香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哎，错过了今天，我都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有机会？我怕硫磺的味道，我做瓷边撇你吧。飞扬，我不希望你说丧气的话，只要你动手术，病会好的。来 ，Cheers。喂，温泉真的很舒服哎，为什么都不进来呢？你早就知道我怕水了。你小时候有浴溺的经验啊？别提了，这是我的梦魇。你喜欢泡温泉的话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再陪你来。以前，我爸爸常常带我来这家温泉旅馆泡汤，我就是因为梦到他。才会想来这里。对，以前跟董事长去谈生意也来过几次。我昨天晚上梦到我爸爸。你说什么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走了，爸。
藏的东西不在房里啊，不在哪儿呢？